Hello， 大家好，我是伟哥，今天给大家带《王者荣耀》牛魔实战视频，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英雄，今天刚好有限免吧，就买来玩一下，然后看一下牛魔的三分地雷，这应该是大招，短暂吸引肉牛魔与巨虎 PK， 大家看一下黑二技能横行霸道，应该是直冲，应该是好像有眩晕吧，这里。新霸道一技能咆哮之虎，牛魔与大虎横劈，造成200多点的伤害。反正其实牛魔应该是属于反正是坦克类的一些团控团队争议。大家看一下他对方，看一下双方吧，双方英雄匹配的，对我方有后羿、貂长寿、公牛魔、达摩，对方有鲁班、七号、姜子牙、张飞、不知火舞，还有李白。一反眼过去，那火舞已经出了好久了，然后应该最近是那个又开始出了新英雄了，叫什么虞姬。刚才是手机弄东西，有点晃晃下。他对方应该是有两个人打野，我方也有两个打野，一个达摩，一个孙悟空。达摩用的不是很好，像以前玩的。达摩感觉没什么特色，就一个飞大招回旋踢，伤害也不大，踢的还往前面踢，你除非要跑到对方后路，跑到对方后边，然后往前踢。然后这个先加了个牛魔的一技能，现在比较开始。然后我也是因为这个一新英雄嘛，然后是所以说都是喜欢带一个闪现。牛魔的话，应该这种团战团控的英雄，应该是可以带一些加血之类的，技能。不过还是喜欢带一个闪现吧，因为用闪现用习惯了，只要打得一般般，我来一个闪，因为闪现我逃过好多次命啊，所以说还比较喜欢用闪现。刚才打两下，没想到对方草丛直接跳出两个英雄，一个鲁班，一个张飞。对方是那个鲁班小矮人，别跑，小伙子。对方的张飞倒是往回跑。他怎么在我的草丛？躲在草丛躲这么久？人家刚砍，人家伤害不是很大，毕竟应该是属于肉盾的英雄，所以说。刚砍了，也伤害不是很高啊。打小兵还打半天，不过队友好像带我旁边，应该是可以增加一些防御力的吧？刚才只要走到他旁边，他头上就会增加牛角。要被射死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冲到对方塔下，直接被射死了。这时候我玩的貂蝉虽然说就去来了个火舞，应该也是被火舞击杀了吧，可能打得棒棒的，也没想到地方有个火舞跑出来，然后把对方把自己给击杀了。现在好像是以前好像最早期的牛魔应该是没有拿虎头的吧，没带那种虎头，好像是空手，我拿不拿虎头都一样，拿锤子还是拿虎头。现在看对方上路火舞，再拆我方塔，准备去上路支援一下塔，不过好像塔已经被拆的没多少血。这个牛魔也是和安琪拉是一起更新的那个英雄吧，但感觉这个运牛魔的人还没有运那个安琪拉的人多，就是可能要么一方面是运有牛魔的人比较少，然后一方面是这个技能更新的好像还是没有安琪拉那种那个酷炫的吧，他就是对他大招会帅一点，好像其他招也没什么特殊的像地方。一技能又有点像吕布的，就是一个范围，但是伤害好像没有吕布大，范围也没吕布广，范围现在吕布应该是差不多是180度吧。吕布的伤害是一技能是180度50角的伤害，
就是半圆规半圆圈的那个。开始那个牛魔就不一样，牛魔好像是少一点。人形霸道，这个是二技能。你的指纹不过人的小样。他这个牛魔应该是按照大大话西游的牛魔设计的吧，也不像啊，那反正牛魔就是反正都是两个脚啊，然后身体再结实点，都怎么随便整都是像牛头人一样。不是山寨大王，尊称俺酋长啊，就刚才打小兵的时候运了个二技能冲过去，然后对方就有两个小兵是使眩晕的时间，但好像眩晕是并不长，又碰到对方火舞，哎，连续吃了对方两把伤。小黄人，刚才如果不出来，他对方火舞应该是不知道我们躲在草丛的。哎，这时候啊，打这个火舞应该是快挂了。OK， 再和那个达摩配合啊，不过最后居然是被达摩这个野和尚击杀了。啊，达摩这个好色的和尚，这么反正应该是我的人，被他给抢了。因为这个牛魔也应该是属于第一次用吧，并不怎么习惯，不必怎么反正没怎么习惯使用吧，因为反正也就尝试一下而已，也就是了解一下他的技能吧，到时候以后玩的时候就可以想一想，想一些办法躲过他的攻击吧，像他大招发大招的时候可以去尽量不要在他攻击范围内，哎，早点躲开。反正很多大招，很多英雄化大招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伤害的范围，像那个姜子牙，姜子牙化大招的两条线的中间就是被伤害的区域，所以说只要躲开那个两条线，只要不站在两线中间，基本都是安全的。像这个牛魔的大招也是一个大长环条，只要躲开，基本是也是安全一点。被他长环条打，大招打一下，先是晕一下，然后如果后期他那个有点像岩浆的地方，他还会造成走在，像你走在上面，他也会造成延迟，就像中了火舞的扇子一样，走路也会延迟，但是他那个时间也是比较短吧。现在对方鲁班又来了，我刚才是硬砍在这上面砍了好久了，现在。对方鲁班竟然冲到这边来，不过好像是对方鲁班如果一直打我的话，我可能还打不过他啊！快跑快跑，没血了。我刚才是守了半天的家，哎，本来就没多少血，在这里守这个基地啊，守塔啊，现在趁塔差不多安全的情况下回去补补血。你的指纹不过人的小妖精啊！现在我一走开，上路没人去防守了，上路塔直接被他们拆了，好可惜，好可惜啊！不过好在我方把对方的英雄击杀一些，哎，这时候应该是，我还以为对方鲁班是傻了，没想到他是往主宰这个坑里面走两下逃跑了。像是附带带了一个，他原先也是带了一个闪现，是我继续追也是可以的。哎，这时候终于抢到一个人头，对方的张辉还是在变态的情况下，因为也是残血，直接被我击杀了。击杀了个张辉，我得到了红魔和蓝魔。他应该是击杀某些英雄，就是一下子会得到两个魔，有的时候就得不到，有的时候只会得到一个蓝魔或者得到一个红魔。这应该可能好像应该是跟某些英雄的属性有关吧，应该算是战士型的可能是会得到血红魔吧，法师型的应该是得到蓝魔吧。然后还有就是他身上本身就带着红魔蓝魔的英雄，
你只要把它击杀后，然后红魔蓝魔也会跑到你身上去。哎呀，这个我的大招没算准，换的有点晚，但对方的张辉又逃过了。对方的姜子牙又在这猥琐的换大招，只要在他线外怎么打都安全。哎，这个刘对方张辉又没多少血，哇我也快没血要死了。哎，没办法，就这么挂了。才刚刚杀了一个人，基本又是被挂了。像一二二，现在应该属于辅助的一个。对方现在中路又开始大打，让我们两边先抢中路，能把李白击杀。而且还没击杀李白，最后把貂蝉打的残血，让我们团灭。一个李白把我们几个人给我。把我来了用的好惨，出尽了野兽之道。牛角上跳舞的滋味如何？准备绕到后面，专门打那个姜子牙，但是没料到对方李白也在后面，本来是想猥琐的把姜子牙灭掉，然后最后反倒被别人给灭了，因为前方有我万一在那击打，但是可能没看好，先把那个姜子牙，因为姜子牙换大招都会离他们队友一段距离，刚才是算好了姜子牙的距离，但是没算好李白，又漏算了一个李白。直接被对方李白击杀，我只要打姜子牙，姜子牙就不会在后面换招了嘛，我往前面就可以安心的厮杀。因为姜子牙大招伤害也是挺大的，特别是他蓄久了以后，就等他蓄完换大招的时候，那个伤害也是最大的时候。开始撤退。现在比分16-13，我才击杀一个人。哎，这个牛魔应该也，哎，他出装也都是出的推荐的装备，都是出防御装备，有点像吕布的装备。不过吕布的一技能最起码还是伤害还是挺高的，二技能还能附带一些加一些防护。大招基本也都是控人的，而且控人时间 CD 时间又比较长。准备拆塔和血后，不过他不是打我，他是打我方的小兵。点一个大锤，把对方的那个火舞打到天上去。哎，每次都是快要被我击杀的时候，都没多少血的时候，都被对方给被我队友其他队友抢人头。看那猴子又把对方火舞击杀。啊，现在中路又在大团战，对方已经挂了三个英雄。啊，我方那个。达摩去击杀暴君，所以说先跑了。刚才躲过了，应该是躲过了张飞的一个攻击吧。哎，这是李白，我是没多少血了，有危险。我换的达摩，哎，没想到我换达摩还是比较溜啊，竟然能把这个这么难缠的。把南唐的李白给击杀了，啊！我牛魔死了一把斧头都这么大，都有那个一个李白那么大。那个有的运气还是好，差那么一点点。对方李白和达摩，还好我方那个达摩运气好，所以说把对方李白击杀了。然后要不然的话，我们中路塔也会比较危险。牛角上跳。对方老夫子又在那里猥琐的换招换大招，而且是换完大招都看不见他人。哎，准备两个，跟我集合大团，
又是那个火舞啊，我们准备瞄准火舞射他。哎，本来是想打那边，但是打到老夫子这边。哎，刚才又抢到一个人头啊，李白，很难缠的李白被我击杀啊，我被火舞击杀啊，死在火舞身上那也可以，总比死在再死在别的什么吧。但对方张辉还完成双杀啊，我换达摩也双杀啊，这次达摩还打得挺溜，我上次达摩好像都没打几个，达摩我还是用的不惯啊。我换吊长是说对方追着他打啊，他应该是四大美女不追你追谁对吧，我对方下路塔已经被我们打通了，现在中路塔也是比较危险，所以说而且说应该是那个属于都胜一些，就是我们那个应该我们经济或者什么应该是都优于对方，我们几个人四个人在打出斩，对方应该还没赶下来，等他赶下来还有几秒钟，赶紧冲下来。OK， 成功击杀了一个主宰，现在击杀完主宰准备开始打团。好，我还要去打小龙，先把小龙灭了，分流给对方。咱们现在也能上在我头上，这个是小龙。应该基本上很多都是算在像什么猴子啊，或者好像进攻型的异形身上，这是难得算在我身上。啊，对方姜子牙又开始变态换大招了，躲过几次大招，准备拆中路塔，下路塔，然后下路塔没了，我们可以下路进攻，先把对方李白一个击撞晕，居然最后被我们。雕城击杀了啊，对方现在挂了三个人形，赶紧拆塔，把中路塔拆了，准备直接拆基地了，两路塔都被我们拆了，我们援兵很快就能赶到，而且我们在他们家门口把对方的兵给清理光了，现在对方已经挂了四个人形，还有剩一个人形，就是一个那个姜子牙啊，像我方小兵也就冲锋到前面去了，直接拆塔。对方基本是这么挂了，因为这本期视频就录制到这里，谢谢大家欣赏。啊，姜子牙还准备换大招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欢迎大家点击订阅或者点个赞。好，谢谢大家欣赏，看下比方看下数据。我换木一批是